学那玉米怎么卖？玉米5块钱一个。啊，红薯嘞？全是这么大的，5块钱两个。那要两个红薯，两个玉米。快点买，我帮你拿。玉米现在是吧？我帮你剥好。我帮我剥好了，放袋子里，放袋子里好了。好，下一位，小姐压那里。好，看好看一点啊。对。三个人。哎，四位。注意啊，穿鞋套的注意啊。那一穿好来。好好好。你留着那个，一定要留着。漓江哦，现在在这边。
要睡觉了啊，待会过了就过了，你再就跟我回桂林了啊。车可以哦。哦，不错。这个虫，昆虫宴啊。炒面、炒粉、桂林米粉，这个小龙虾也有啊。是啊。来这边了，另外第二次嘛。是那种很年轻的外国人，或年轻人，搞不好来这边一下子就把钱花光。为什么没有外国人？很少外国人。现烤榴莲，泰国榴莲。这里哦，就从这里站就可以了。哦，直走。哇，天啊，这种是迷宫是不是？好夸张啊！走，走，走。天哪，终于爬到半山腰了。才几个阶梯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才十四阶就这么高哦。锁住了吗？好，我问他。哦，好，好，喝口水。This is amazing.
风啊，北北中山啊，对啊，这个就是吉田风嘛，毕竟山下有人这样。哦，好。坐着休息一下，看风景。我的妈呀！哦，累死。玩家游场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那你先坐这边，我跟他拿菜单。你也进来啊！等一下，你们的话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几多会有你们先坐那些啊？我几多来？等一下，你们的那个我也是前两天。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还没拍，还没拍。没有，我弄弄。听说很浓啊。听说很甜的呀。啊，不知道。有什么味道吗？很香。很香哦。香。香。加点盐巴，我那是盐巴，我那是糖嘞。哎呀，我好咸啊！加太多。可能有别的。是呀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这是放了。我怎么是这个颜色？你是整碗吗？这是什么？没有螺丝。酸辣米豆腐。豆腐。啊。真的有啤酒？真的有啤酒在吗？有啊，里面放了啤酒吃啊。你姐姐。那未满十八岁不能吃。